前，青岛广海足球俱乐部正式入驻抖音短视频平台，作为一家年轻的俱乐部，青岛广海足球俱乐部一直以来非常注重与球迷之间的互动与观点。通过抖音软件搜索并关注 One Half， 进入俱乐部官方抖音账号，广大球迷朋友们可以通过这种非常流行的传播方式，用最多一分钟的时间，更加直观和全面地了解俱乐部与球队的动态和新鲜事，感受足球文化的梦想与激情。同时也请大家持续关注青岛广海足球俱乐部各大社交媒体官方账号，我们会给大家带来青岛广海足球队的最新消息以及精彩内容。青岛广海足球俱乐部各大社交媒体官方账号官方网站搜索 http://huanghaihnfc.com 官方微博搜索青岛广海足球俱乐部官方微信搜索青岛广海足球俱乐部官方懂球号搜索青岛广海足球俱乐部官方头条号搜索青岛广海足球俱乐部官方百家号搜索青岛广海足球俱乐部官方抖音号搜索。